给你熟悉哈。首先呢，在我们联合球队呢，进行反复的试验。那么经过试验以后呢，成本呢也非常低啊，成本呢就几十块钱。安装起来呢也非常方便，整个安装过程呢，可能也就是10分钟之内，我们都安装好。其中我们实验室890台巡游出租车陆续的复工啊，主管部门要求我们所有的出租车必须得安装我们这个隔离升降器，没有这个隔离舱的车辆不允许上路营运。为了有效的保证乘客的安全性，我们对乘客呢也是要求，第一个扫码实名登记认证，那不会扫码的呢，我们进行身份登记报备。第三一个要求我们乘客呢，尽量的是不超过3个人，尽量的乘坐后排。第四一个呢，是要求我们乘客呢，尽量的使用我们在线支付的方式进行支付，尽量的不使用现金。